它下面还是湿湿的，所以不用再加水。它有的下面还是湿湿的，你就不需要再加水。就再染。可是你要注意那个，你要染的时候要确定你下面是，干透了哈，再来处理它。不然的话，你要是不湿的时候，你再上水的时候，你就要确保你的水的不要比上一层还要多哦，稍微干一点。这样，下面都不要理它哦，不要去把它磕得太多。然后如果说晾的地方哈，我们上面地方是用流的嘛，这边是可以稍微洗一下，洗一点点亮点出来。然后上面这几颗哈，你也可以稍微做一下哈。我们一起处理它，很快的把它做掉。那个重要的才一颗一颗化哈，其他就一起处理，把它做掉就算了哈。有的稍微红一点哦。那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问哈。一颗一颗把它处理出来。其实看起来好像
很多很复杂哦。可是其实你如果把它区块化，它其实就会比较简单哦，你比较好去控制。例如说这边是亮的，那后面我们就稍微暗一点。不好意思。